那结束了怎么办？安可，安可曲，安可曲，安可。对啊，大家都知道张玉霞，然后姐姐是张玉玲，可是知道我们是什么团体吗？新义二重唱。哪个新啊？欣欣向荣的欣。玉呢？韵味的韵。谢谢新义二重唱，希望大家记得我们。这两个字哦。啊，最后大家，为大家带来，明天会更好，希望大家明天都非常的开心，明天比一天更好。Thank you.